哎，你会发现啊，如果我用层层零点五的话，层层零点五啊，上面那个 information 就拿掉，那这样的话，哎，基本上哈，就又少了一行，然后呢，程式感觉好像也更精简，有没有？啊，执行结果会不会 OK 呢？所以层层零点五吧，应该一知道一知啦，就其实就平方根啦。OK 哈，然后我把它执行的话，输入八一样结果，所以也没什么差别。哦，啊，因为刚好。这个证照考试哈，它没有要求一定要固定的解法，所以你只要能够写出来的答案是 run 结果都 OK，那它就会给你分数了啦。OK 哦，所以这点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。不过我之前跟各位讲了，另外有一张哦，就网络爬虫那一张就不是，它有点像填空题哦，它固定的解法，你不能像这个考试哦这么灵活啊。不过。因为他可能考虑到，因为哦那个程式太复杂，如果说每个人都写不一样，他可能没办法评分，啊，所以基本上两个考试啊，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哈，另外一个第四类的题目哈，第四类的题目呢，他要我们做什么？哎，不定数哦，回圈。所以其实哈，哎，第四类感觉不定嘛。因为 for 回圈是定数，定数是什么？固定范围。那不定数的话啊，特别是哦，如果看到不定数啊，第一个直觉了哈，就意思就是这样，你用 for 回圈啊，for 回圈，OK。啊，如果你用 for 回圈哈，基本上可能会做不出来，为什么？因为 for 回圈就是 for i in range，它 range 就是固定范围。哦，啊，不过会有个人同学说，老师，那我没关系啊，我可以 for i in range，那个 range 的话，我可以设很大嘛。一到一千万跑不到那个数字，然后里面加一个 break，可不可以？是也可以啦，可是这样感觉就不太 OK 啦。就是说，好像那个虽然办得到，但是有点是不是很正规的写法。所以呢，以这一题来看哦，基本上它就是要叫你用那个所谓的怎么，就是画回圈啦，OK。那 while 回圈的话，不定数，我们前面也好像有一些范例，其实开头就 while 一冒号就可以了。while 一冒号是什么呢？一就是 true，while true 就意思说我就让我一直进到这个回圈里面。那可是呢，有点像是那个哈，油门踩到底冲啊。可是问题啊，你特别注意，如果你要刹车的话，你一定要在那个回圈里面加一个 break。什么时候 break？break 就停下来。OK，哎，当什么情况发生？就停下来，所以哦，while 一冒号里面一定要有一个 break，而且那个 break 一定要发生。如果它不会发生的话，那你就是变无穷回圈的。OK，这一点可能要特别小心哦。前面好像有讲过，那这一题的话是说什么？嘿，输入 n 个数值，OK，就一直输入，一直输入，输入直到999。所以哦，条件 if n 等于9999的话。下一行就 break，哎，所以特别注意哦，这他已经告诉你程式要这样写了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啊，基本上就是什么，一直输入啊，比如说以这个来看，输就是要一直输入，哎，可是问题我们之前什么，第一个输入是 A，第二个输入就 B，第三个输入就 C 嘛，没有，所以这边的话你可能要什么，让它一直回到回圈，一直输入。那输入完之后的话，哈，它需要什么？最后一定是999离开，然后呢，它最后输出的结果是什么？请你帮我把999上面这些数字哈、哦，帮我判断一下哪一个数字最小。哎，所以嘛，它这个题目是什么？就是最小值，不定数回圈的最小值。哎，所以要怎么写这个程式呢？那我们大概 run 一下哦，所以 demo 一下啊、哦，最后如果做完哈、哦，假设这样好了。也就是程式啊，好几种写法哈，先不要看哈，那我们大概看一下，比如第一个哦，它就输入29，Enter 哈，接下来再输入100，Enter 948，Enter，所以一直 Enter 就等于是多输入一个值，然后-28，0，Enter，然后-388，Enter，啊，最后 break 就是9999，好，四个九，它遇到这个数字的哦。那我怎么离开了？然后最后怎么样？把这个结果呢，这里面最小的帮我算出来啊，就-388，Enter，对，得到了什么？
负388， 哎，所以这个程式该如何撰写？好 ，OK， 啊，写法当然好几种，我在云端上面也提供两种写法，一种写法是什么？一输入就比较一下，把小的留下来，哎，再比如说29，哦，先把它放在，反正第一次输入它一定最小，再输入100，再跟29比比看有没有比较小，没有。 100没有比较小，所以100就剔掉了，还是留下29。在948有没有比较？没有，还是留29。这个的话，那就留负28，还是负28，还它比较小，留下来 ，break 把这个 print 出来，类似这样的写法。可是要怎么写？这第一种写法哦。那第二种写法怎么呢？就是哦，你可以怎么把这些清单、这些资料怎么？ 丢到一个清单里面，有点像什么？丢到 Excel 里面，啊 ，Excel 里面不是有个函数叫 mini 对不对？一样 ，Python 有个函数叫 mini， 帮我把这个范围里面最小的那个数字抓出来 ，print 出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两种方法。啊，至于要怎么写哈，请各位稍微了解一下题目，待会我们再来看。我来画面先还给各位哈，试一下。所以不定数哦，哎，所以第四类基本上考的。 重点好像就是考你会不会用坏回圈 ，OK， 哎，然后里面一定要有逻辑判断，好，请各位试一下哦。